一号傍晚，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，关于当前武汉市肺炎疫情的情况，八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。通报称，近期我市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了多例肺炎病例，市卫健委就此发布了情况通报。但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，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。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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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经传唤八名违法人员，并依法进行了处理。同时，警方提示：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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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外之地。希望广大网民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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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关的法律法规，相关法律法规，相关法律法规，相关法律法规，不造谣，造谣，不信谣，信谣，不传谣，传谣，共建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。